讨论一下今天你抢同学球球的事情吗？我不抢他的问题，被踢都踢，我不要找我电话。就好好讲故事就好了，这边一定要亲这个亲那个，可以帮我叫我的老公来亲我吗？亲他。亲你说。你有都没赢你，有都不赢你。那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今天你抢同学球球的事情吗？我不抢他的问题。你不想谈论这个问题，可是是你做错了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想谈呢？我在踢不投的我在踢多踢，我也不要找我讲话。好，那你慢慢吃吧。我吃完东西再吃，等讲话好吗？好。跟拔青一个，要。先跟拔青一个，要。那拔青你屁屁。就好好讲故事就好了，这边一定要亲这个亲那个。那你过来亲我。我不是说，难道我不是说我说爸爸，我叫爸爸过来亲我？是我想要爸爸来亲我。不要啊！我想要我的老公来亲我。要，你可以去帮我叫我的老公来亲我吗？爸爸亲他。亲你了？不亲呀，亲妈妈。请帮我叫我的老公来亲我。老公，请爸爸亲妈妈。快去帮我叫我的老公来亲我。我叫起来耶。我的老公有理我吗？没有。你去帮我叫我老公来亲我啊，快点。要爸爸亲。亲奶奶了。我去呀！好呀！你要爸爸亲，要爸爸亲我，爸爸亲我。那他没亲我哎、欸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你有都没赢你。什么意思？有都不理你。谁不理我？有都。我的老公不理我。那怎么办？我的老公不理我哎。你可以叫我的老公理我吗？好，那你帮我踩一下我老公的脸。我帮你踩有都的脸哎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如果听到这个就看手机，听到这个就看平板，如果听到这个就睡觉哦。我开始了哦。停！你有看到这个茄子吗？有没有？有。我数一二三，开始的时候看谁先拿到这个茄子。你拿到就可以看电视，我拿到就乖乖睡觉，OK 吗？真的哦，不可以耍赖啊！一二三，睡觉了。我想要看电视呀。来，要准备开始哦。我们如果听到这个就看手机，听到这个就看平板。如果听到这个就睡觉哦 ，OK 啊、哦，你自己选哦 ，OK 啊、哦，我开始了哦。停！不听到这个就听到这个。没有啊，你自己选的啊，你我刚刚在上面的时候你喊停啊。
得我会蛮感动的，这些孩子好像是他们一样，然后帮我呵护着他们，会觉得 小宝贝都有被保护到，应该还有感谢感动全部都在一起。在我们婴儿室的后方有个独立的通道，那边是算是有个对外窗，就是可以让妈妈过来这边看看小孩有没有一些状况发生。趴下掩护稳住，直到第一波地震结束。基本上小朋友会把椅到同一边去做摆置，然后旁边的电源会一切断。